下来请收看莲池海会。各位菩萨，阿弥陀佛！啊，咱前面呢，啊，就讲到，哦，安尼对这贪图世间的这五欲呢，哦，啊来障碍着咱这心性，哦，所以这句就是讲，放纵贪嗔痴啦，哦，啊畏三业，哦，咱这贪嗔痴啊，咱家听成了后呢，哦，啊无所不作啦。哦，对这个世间呢，啊，但咩来痴迷，哦，啊，所以欲望伤大，烦恼愈大，哦，啊，痛苦愈大，所以啊，咱啊，都爱消欲知足，哦，啊呢，出家容易啊，三学难啊，心性磨练苦千般啦，啊，消欲知足出淡薄啊，下毒人我尽非凡，哦，对于咱世间的这些欲望。哦，咱尽量爱淡薄哈，爱、哦、甲重点啊，放淡这个道业。哦，一寡时间呢，爱来修心养性，对咱比较较好。哦，啊，少年要打拼，哦，趁少年，啊，那你会有啊呢？啊，就较无需要啊。哦，安尼会当吼安乐。好啊，过生活，哦，好啊呢，忏悔，哦，啊来学道，安尼比较较有意义啦，哦。所以呢，就是讲，咱头拄啊讲这个欲望大、烦恼大、痛苦大，啊，就会变成这诶这个烦恼的这奴隶，哦。所以咱来远离，还要呢，还要了啊改变一下，哦。啊，第二就是嗔恨啦，哦，你贪是贪欲嘛，哦，啊来就嗔恨啦，你的嗔恚心，哦，人啊这个嗔恚心，哦，嗔就是生气啦，哦，无明火压起来，啊压起来，你搁会怨叹的怨恨啊，哦，你看一个人啊，一个生气的时阵啊，一个内心。那起这个生气心吼，你看伊个面吼，都变啊啦，伊、那个面相绝对都无像啊。哎哦，这个人平时看到安尼慈眉善眼呢，看到真良心，很友善呢。这生气了后啊，哦，那像个凶神恶煞，哦，迄形都无像啊。啊，这面相无相了后呢，换这个口啊、嘴啊，都骂恶语啊、恶言啦啦，恶毒的言语、不顺的语言，哦，啊，就造出来啊，哦，啊，那有的人搁较过分呢，来就换这动脚、动手、动粗啦，哦，所以这种为这个嗔恨心。所来三星出来，啊，所以咱做一个或者地主吼，爱做主意的，未使有这个生气的心，啊，咱啊，哦，咱三宝的地主就是讲，咱伫清凉分中啊，霹雳起火不受影也啦。这句是啥物意思呢？就是讲你家看，迄天顶哦，都秋天啊。冬天啊，真寒冷啊！哦，清凉之中，霹雳起火，哦，无所用呀。这个、冬天清凉之中，你当面咧单雷，当面咧死呐，这唔对啦，无可能啦。
不受用的呀，不受用为嘛，无应该的吧？啊，咱一个佛的弟子，不管在家出家，拢保持内心的这个清凉，你哪会使去生气？你哪会使动无明？啊，妄动无明啊，啊，迄都唔对啊！哦，你是咧修佛学道之人呢？咧学圣读圣贤书的人，所以袂使啦！啊，你修心养性，君子不本本立德性啊！所以讲，清净群中辟力起慧，无所应也，无应该啦！啊，我啊，你即马境境着境，比境所转啊！乎外面的这个境界呢，把你拖起来啦！啊，人咧讲话，人咧做事，你想过投入，想过用心，煞心呢，互转去啊！境境着境，而比境所转，互拖起咧。你就做烦恼啊！就开始底下呢。作业啦，是非呢，只因多开口啦，烦恼只因强出头啦，咱多讲话，话讲一个多，就唔对啊，散乱啊，咱无定力，所以咱平时就爱修口业，以心莫烦，莫恼一切诸有情。不义之苦，当远离呀！如是行者得道时，咱啊爱修口如磐啦，唔好按妄言啦，凊彩讲乌白讲咧，就会惹是非生烦恼啦，所以咱就爱注意，咱的口角，咱的口业，爱注意，咱袂使呢。凊彩生气的，这个嗔恨啊、嗔恚，是心中火啊、灵修功德哪，欲行菩萨道，忍辱护真心。这嗔是这个心中的这个火，甲你这个善功德啊，甲你这个好事嘛，受了了嘞，你家讲就拍算去啊咧，无使收遐久即嘛咧，煞咧想起了后咧，拢破光去啊啦，搁定来咯啦，无使收收几个月，收几年诶，一个代志咧，就去红转去啊啦，搁定来啊，搁定收啊啦，所以讲，亲是心中火，灵修功德呐，欲行菩萨道，忍辱护真心。咱来忍辱，爱保护着这个真心，袂使呢起心动念，所以这着功夫啊，平时着爱这个训练着这个功夫啊。所以讲，面相呐，不清呐。咱的面啊，无这个生气的心呢，母亲是共用啦。这个口里母亲出妙香啦。咱的嘴那无呢？生出这的烦恼，无讲出无好的这个话，咱都袂使，就袂去造业啊，咱就会清净心啊。这亲就是亲分。内底有两个意思啦，嗔就是嗔恚、生气啦、雷霆之怒啦，这个恨就是怨叹啦、怨恨啦、记恨啦，过去那是讲，然后做人，你认为就对啦，人对不起你呀，你都该记恨掉诶，讲好这个家伙呢。以前就对我怎么样呢，都很不好呢。以后有机会不要给我找到机会啦。君子报仇，十年未晚啦。
哦，你唔好话拄着机会以后呢，我若加熬，我就甲你报复安尼啦。哦，这万分的心不可得啦，实在是袂使呢。啊，唔过众生界，这凡夫众生一向都是如此啊。所以，就去要对落去啊啦。过去吼，有一个这女主啦，哦，这恶丧就对啦，哦。那么呢，差不多，安尼，哦，四十外岁，还算得到一个病啦，哦，安尼，没法度过着正常人的这生活呢，暗时啊，咧困呢。就拢受到真侪干扰啦，啊无呢，就听到真侪声音啦，听到干扰，听到声音呢，无法度呢，好好啊休困，所以呢，这个身体啊，一天不如一天啊咧破病啦，心情郁卒啦，袂当过着正常人的生活，痛苦万千啦。有一天呢，就听到人咧介绍，讲某某遐一个所在呢，有一个修行人啦，那行医济世啦，那救苦救难啦，来讲帮忙，伊就安尼呢，不时辛苦啦，搬山过岭就去找着这个修行人。甲伊个情形讲互伊听，这修行人就甲伊讲，讲啊，你即马，你个即个，你拢讲，有一间有一间厝，那像楼阁咧，那家阁相像，内底呢关真侪，那像犯人咧。逐暝都逐暝哀哀叫，逐暝喊，真吵闹，真吵，老师就甲伊讲咧，讲你若阁听到这个声呢，我才有一支锁匙乎你啦，你这支锁匙去呢，你就紧甲伊开，互伊开，若甲伊放出来，帮忙因就对啦，甲因放出来呢。你的病就好啊啦，你这冤业病、亲魂的病，就会远离啦，就会好起来安尼啦。你若看讲，若搁困伫搁做梦有这个境界，你就紧去把迄个门开哦，开安尼啦，把因放出来，安尼你就会当改冤释结安尼啦，所以这老师就拿一支锁匙，真正拿一支锁匙给伊啦，安尼啊。长期了后呢，迄暝啊，困去呢，就倒呢入迄个梦境去啊啦，梦境去的时呢，看到呢，伊听这老禅师啊，这老师交代，然后看到这个景吼，就爱紧吼。去把他锁匙给他开门啦，把他放出来，把他救就对啦，安尼啦。伊就赶紧呢，听老禅师的话就要去放这个人呢。一个看，伊有一片门内底这片门顶悬啊，有个梯啊，一空一空啊，都差不多十线一空，十线一空安尼啊。看内底人一直。看有人来就走来问的遮，拜托紧甲伊救啦，甲伊放出来啦，因关在遐真艰苦啦，这个恶丧呢，一个去一个看到边，紧要甲伊开这粒锁呢，看一个真，这都阮咧老大家啊，哇，食力啦，这老大家在世的时阵，真好甲我苦冻咧，甲我找麻烦呢，我呢，互你欺负到遐忝的，我哪里要甲你放出来？
你人家乖乖哦，愈久愈好呢。哦，啊，搁再搁看一期呢。哦，嘛看到因小姑啦，啊，这小姑在生的时阵呢，就甲讲伊的歹话呢。哦，当安尼家己家事成为家己陷害呢，啊，啊，搁看去，后过去呢。伊咧读册做囡仔伴诶时阵啊，迄一寡囡仔，吼、哦，含伊做伙大汉诶囡仔咧，以前做囡仔诶时代，爱身体就较虚弱，迄囡仔拢家欺负啦，吼、哦，家欺负足忝诶啦，哦，啊后来咧读册诶时阵啊，惊位遐过去吼、哦，一只迄狗啊，足我家弱诶，拢食拄到迄只狗咧。你家家拢走回一只狗肉啦，我食得啦。去看到迄内底所有的人啊，拢是过去行医呢，吼、哦，结果冤仇欺负去伊的人就对啦。哇、哦，心情真郁卒呢，连插伊嘛毋插伊，啥物阁要甲因放，回头就走安尼啦。哦，啊，迄人啊，无法度啊。伊都毋敢放，啊，踮遐休嘛无法度呢。啊，即个呢，富林人伊就走啊呢，啊，走去了后呢，这病啊不但无好啦，一工呢比一工搁较沉重啦，啊，搁病假呢，不如以前啊，就对啊，过去啊，还搁有气力，还搁有命呢。即马连命都要无去啊啦，安尼啦，啊，即马呢不得已啊，倒来呢，搁去找这老禅师啦。老禅师甲伊就甲这情形吼，诶，经过讲互老禅师听啦。老禅师讲啊，你搁有一摆机会，啊，你若搁长期来入到即个梦境入面。你若无去甲因帮，无去甲因帮忙解救啊，那你以后啊，你就安尼病苦啊，病中离亡啊啦，新鲜都难救你啊啦，难救即个无命囝咯啦，你都爱谨记在心啊，你若要为着你好呢，你一定爱呢，爱放下着你的心中的这些烦恼。即个扣分，你也去甲因放出来，安尼，为着你啦，莫讲为着伊啦，啊，你爱甲因放出来，你才会好啦，你才会过即个运啊，身体才会用起来啦，无啦，你啊，有可能啊，直接脱袂过啊啦，安尼，哦，所以即个福建人即摆呢。就了解啊，禅师讲我即摆，搁一摆机会尔呢，最后一摆机会，即摆机会我也无呢，若无去甲因开呢，啊，我一命就乌好哀哉啊呢，啊，为着我家己呢，好啦，我放下我过去，而且怨念就对啦，啊，就转去啊啦，转去的即个时呢。真美个困去啊！我竟改个走出来啊！吼、哦，伊个安尼伫个，迄安尼一片迄个薄雾中呢，啊，一道个光车出来呢，伊就位下去，也着即个锁匙去，佮照常听人伫遐咧化休啦。伊去啊，都呢，把即个锁匙啊，就竟改开，互伊开。甲遮个人家紧放出来安尼啦，因老大家也出来，因小姑也出来，过去让伊做伙囡仔伴也出来，连个狗也走走出来，安尼啦，拢放出来啊。啊，这个中间呢，伫个最后看到一个呢，安尼，伫上内底行出来一个，安尼看袂清，看袂明，头毛闪闪长长。胃啊，慢慢啊出来，一个看，哎哦，原来就是伊家己啦，哦，连伊家己嘛关伫伊内底啦，
安尼。所以迄天呢，自从伊放出来了，伊清醒起来了后呢，慢慢啊，伊个病情啊，拢好起来。你家看这什么意思啊？咱大概想就知啦。啊，你万分别人，增加你家己的痛苦；万分别人，万分你家己啦。你家己行去，但咩咧结冤仇啊？你无改冤设计啦，啊！所以讲，改革，改冤结，改了多生冤祸业，洗心涤虑发虔诚，紧地佛前求改革，啊！药师好，药师好，消灾延寿，药师好，随心满愿，药师好。咱爱赶紧改革，改冤结啦，改了多生的冤家业啦。啊，咱这个业在遐啦，啊，你怨别人就是怨你家己啦，啊，你救别人就是救你家己啦，啊，你家来看，自从伊啊，把咱放出来了后啊，伊身体呢就好啊，啊，伊使别人解放，伊家己就解放啊，啊，伊就无束缚啊。身体就好起来啊，啊，所以呢，这就是讲万分心的这障碍不可得啊，咱来赶紧卸掉啊。这就是讲将心比心，就是佛心啦啊。咱处处替人设想，处处用这个佛心啊，善心善行啊来做啊啊，对咱有较好啦。啊，所以咱诸位呢，咱啊，就是讲修行的三宝弟子呢，袂使有这嗔恨的这个心。咱内心啊，起这个嗔恨心啊，面一个看到谁知啊，啊知了后，嘴就开始发恶言啊，啊，啊就开始造业、造烦恼啊，啊，所以古德的祖师甲咱讲，讲面上无亲是穷养啦。啊，叫你母亲出妙香啦！啊，啊，咱三业清净啦，就得自在啦！啊，啊，智慧福报呢，就得增长啦！啊，这非常要紧的哦！啊，所以贪嗔痴是三毒，加这个慢加疑啦，慢就是五万啦，控过五万啦。疑就是疑心疑鬼啦，怀疑啦，唔相信啦，啊！所以这贪嗔痴呢，就是三毒啊。第三项就是咧讲这个部位啊，这个痴就对啦。这个牛痴的痴呢，第三就是讲牛痴的痴啊。这个牛痴会蒙蔽掉咱人的这个真心。咱的真如实性呢，会砍掉咧。啊，即个亲像伫即个暗中啦，黑暗中啦，不见方向。啊，即牛痴亲像你伫黑暗中，你唔知影呢，东西南北啊，就愈行愈远啊呢。本来咱伫高雄要来台北呢，啊，结果咱煞改行为台东花莲迄方面去啦。啊，一家坐一年，遐大年啦，冤枉路啊！啊，啊，这是台湾，甲会要行会转来呢。啊，十方法界，三途六途，啊，你若行位遐落，哪有机会搁再说倒来？无可能啊啦，一时人心万劫难复啊啦！啊，所以初心不同今生度，等待何时度初心呢？啊！所以你来看这牛痴心遐人啊，恐怖啊！伊就是叫做蒙蔽嘛，咱人的这个真心啦、啊，蒙蔽着这个正确，而这个呢思想啦，使咱呢拢产生一寡呢恶的低见、恶的思想啊，安尼啊，家己想家己对啊，啊。啊，所以呢，就做下真多呢，无理想的，而且挂这烦恼是非啊，啊，啊，一世人安尼，糊糊涂涂过一生吼，哦，
何苦还在呢？啊，变可怜去啊！哦，这叫做第三种哦，还这个愚痴就是贪嗔痴啦。第四种就是暴为啦，恐怖的意思啦。啊，你人心时常有恐怖的心哦，啊，你惊做唔对代志，惊做错啦，时常提醒家己。但是你过头去啊，一直提防提防，连好事也唔敢做啊，这是无智慧去啊！啊，人从爱欲生，有将有先报，若离以爱，何有何报啊？啊，你哪有啥物恐怖？你若有智慧，你都袂遮恐怖啊！啊，所以你就是牛气为遮来，遮产生遮种种，而这个恐怖心啊，这叫做贪嗔痴。所产生啊，诶，这个过患啦，啊，这叫做三毒哦。啊，咱即马搁要加慢甲疑落去啊，吼、哦。这慢是啥物呢？慢为高山发水不能入啦，啊，慢就是控高五万啊，家己以为我偌高嘞啊，啊，咱个佛法来讲，啊。佛法无人说，大慧不能了啊！比如暗中宝，无点不可教啊！这佛法是爱专门在神地些宗教家有修有证，在高僧大德哦，人有专门有这佛法的基础，有法的这个修为，伊会了解哦。伊咧讲，咱都爱信修奉行哦。将文殊修入三摩地，哦，啊，勤修戒定慧识别贪嗔痴啊，哦，但是咱今嘛唔是啊，我家己看几部经看看咧，吼、哦，家己就真牛啊啦，哦，你家来看，以前嘛，咱讲你要做一个三宝的弟子，爱来拜师父皈依呢，皈佛、皈法、皈僧呢。伊即嘛讲唔免拜啊啦，啊，是安那唔免拜？迄佛经咧讲啊，自性就是佛啦，啊，自归佛啦，家己就是佛啦，啊，啊你啥物佛？你也无修，也无证，啊，也无持斋，也无受戒，对道理唔捌，哦，伊就讲，啊佛是。佛经就咧讲，啊，自归佛啦，哦，佛者就是觉也，法者就是正也，正就是正也，啊，咱自己就是佛啦啦，安尼啊，所以唔能够拜师，唔能够去皈依啊啦，啊，所以这完全是曲解啦，曲解了的这佛法的这个道理啊，啊，这佛法咧讲有理想甲思想。理就是真理啊，真理是安尼讲无错啊，但是这真理是一个目标啊，一个方向啊。过去的这个修为就是安尼无唔对啊，啊，伊的结果是安尼。唔过你爱一步一步照起工来，爱去修啦。那咱咧起一间厝烧香啊，这间厝的纳图我改画较好真。美轮美奂，而一个真水的大楼呢？哦，这大楼已经画好啊，画成就啊呢？啊，但是只不过这是一个目标，一个方向，一个设计。未来的方向是安尼呢啊？你爱实际上的去行为啊，万丈高楼将地起啊，你爱打基础啊，啊，爱为这基础来才会使啊。啊，所以书爱渐修，立可顿悟。你会使超越，会使讲加进去，不要紧啦。但是实际这个行为，爱靠咱一步一步来做才会使啦。你若无打基础，那会使去一楼，一楼无去，那会使去二楼。啊，这道理是咧讲安尼啊。所以咱唔好自以为是啊！有个人看几本经啊，啊看一下讲哦，伊捌啦啦，伊知啊啦，
啊，自性就是佛啦，唔能归依啦，啊，啊，就生出这个傲慢的心啦，或者是讲即卖的人，有诶嘛修未比无比咱较好啦，啊，这邪见啦，啊，人诶好诶一大堆，啊你唔比，啊你拢咧讲一寡歹诶，啊，你凡夫啊！业障啊，重啊，你都拢会看到歹的，生烦恼心，诽谤造业啊！啊，啊你若有福报，你拢看到好的善境界，啊你就呢，赞佛、赞法、赞经，哦，赞三宝，深深功德海，你拢伫咧欢喜心，伫咧正法光明的这个中间，啊，你就是有福报的人啊！哦。所以咱注意呢，咱若讲看到无好诶，咱毋通互拖去、互转去，咱若知影讲啊，安尼诶业障现前，那拢拄着一寡无如意诶，看到一寡无如意诶，哦，啊，逐项都袂顺失，这是安尼来啦。你内心咪感召着嘛，哦，啊，你若要一念回光，啊，相助相察，哦，去思维这个道理呢，那么你自然啊。你就别去互拖去啦，啊！所以呢，就是讲，咱啊，伫这佛法上，啊，咱袂使呢自作聪明、自以为是，这就是叫做骄慢啦，哦，家己掠准家己的外敖。啊，佛经咧讲，讲这就是那亲像一座关山小城，啊，迄佛法的甘露水流袂入去啦，流袂去你啦。啊，水都嘛伫悬咧流落低，啊，那有咧讲伫低会当流上悬，无可能个啊，啊，所以讲咱爱底心海下去如大海啦，山川河流的水都有法度流入来。咱人的心情呢，心态呢，啊，爱亲像大海小巷啊，啊。啊，咱的心就爱底心下去，你愈低愈低，哦，愈低所在，唔只有法度，所有的水、河流、山川、水沟、导航水，都有法度流为你家来，因为你处于较低所在，哦，所以关关之水可以成河，一直流来流来，你只都变成大海起来啊，啊，啊，你那伫关山。一滴仔水嘛流袂起哩，哦，嘛无水通好动，哦，那有法度积成河咧，哦，因为你控告傲慢，所以咱人呢袂使有这傲慢心，傲慢心就是障碍你家己人甲人的这中间的隔着一座山啦，啊，人甲人的中间的交际，而这个沟通，侬。产生问题啊！啊，啊！你人生要哪会自在？你要哪会快乐呢？啊，唔对去啊，紧改变啦！啊，那无就上好哦，啊，那无就甲你恭喜哦。啊，那有呢？啊，恁好心的，啊，就听师的苦劝，啊，紧改变哦。咱来想讲，咱是上含万的哦，高精意志安足下哦。滴话愈巴水头愈淡，哦，爱酒干，哦，那愈甜又愈无声，啊，这种的道理咱爱知啊。所以佛法如如万法用，真真俗俗本贯通啊。你若能会得其中意啊，只在日常生活中，你乃要体会，也要运用，风花水的不会破这妙用啦。哦，山河不非清净心啊！啊，一切拢是佛的说法，一切拢是真理啦、啊。所以讲，开声真是讲重说山河不非清净心啊！压来八万四千句啊，教我如何去使用啊！啊，风花水滴不非破这妙用，信手拈来皆是佛法，拢会当修啊！啊！所以，就看你会悟，会要体会啊，袂？你若要体会呢，啊，你就会成功啊啦。
你的障碍啊，就愈少啊啦。哦，所以咱注意啊，咱呢都爱低心下气，啊，伫佛法上，咱爱虔诚，爱恭敬，哦，爱来修持，你才有法度呢，得到这佛法的这利益啦。哦，这叫做第四项的慢，骄慢的慢。第五种就是疑啦，疑心疑鬼啦，哦，哎，怀疑、半信半疑，或者是猜忌、猜忌啦，啊、哦，那么呢呢，拢是咧未相信人，怀疑别人啦，怀疑佛法，哦，啊，这佛法敢无遐好，哦。啊！不信三宝，不信三界内是苦，三界外是乐。啊！伊都无要相信啊！这种呢，就是无善根的人啊，真无善根啦，真无耻啦！啊！啊，拢足够怀疑的啊！啊，你哪呢？会晓修啊？会晓学？你若有智慧，你就清楚啊！啊，是怀曲直，啊一个看，啊你就知啊！啊，你哪会啥物怀疑？啊，亲像即卖人相像啊，你家看迄有诶厝啊吼，吼、哦，人讲疑心生暗鬼啊！啊，迄厝暗时啊咧睏呢，甲一个人啊咧睏，还咯咯叫。三更米半，皮肚也有声。哦，这我拢拄着啊啦。啊是安那？敢有人？啊是鬼？唔是啦，是菩萨啦。哪有人有鬼？家己心咧起作用啦。啊，你要善良，啊，你有智慧，你就了解啊。啊，迄就是热胀冷缩啦。啊。真正常的代志啊，啊，唔是呢？伊谈遐家己惊家己，家己吓惊家己啦。哦，我就捌拄着啊，有诶法师带诶时啊，吼、哦，讲三更暝半，讲安那安那，啊，我讲爱佛祖遐大尊，啊啊，为得护法、揭然菩萨遐坐伫遐，啊啊，你都。弄在让你做伴，你咧惊吓啥？啊，梦想呢？好的走未出来呢？啊，拢走位歹去呢？啊，家己惊，家己惊，敢唔敢大？啊，那像讲过去，阮伫庄卡吼，安那啊，迄路拢足暗的就对啦。那日落西山的时啊，迄三四十年前啊，做囝仔时吼，哦。啊，拢爱穿个斯里巴啊，卡夹，安尼穿呢。啊，落时，较早无担啊加啦，拢落高啊门啦。哦，啊，落雨过就较会澹澹啦。啊嘛无电火啦，像即卖讲500公尺，就一支啊，烧甲落暗时嘛真光。过去无这个代志呢，无这个情形呢。哦，啊咧行路吼，啊咱穿个斯里巴吼。啊啊，是咧脚架安尼徛吼，安尼行，啊即嘛行，啊迄吼迄后壁呢，那伫行的时阵，后壁拢有人骑落骨仔糜吼，咧甲咱牵啦，哦，你若带装卡的人，啊恁就知，阮过去拢有即种的感觉啦，哦，啊咧行路，啊家己安尼，家己一个人咧行，啊都有人骑物件甲你牵，哦，啊行到要到啊，就紧。自走的走较紧的，紧走入来吼，安尼拢会惊着啊，安尼。啊，有当时啊，暗时吼，较早的人吼，无啥物讲便所坐伫厝内底呢，拢坐伫较外面呢，吼、哦，因为较早无像即卖化学的遐，安尼马桶讲起来遐清气呢，吼、哦，伊即卖设计设备较好呢，吼、哦，啊，起个马桶伫厝内。就穿甲真清气，较早毋是拢爱行出去外面呢，啊，行去门口埕啊，啊无就行去迄
哦，像阮古早，阮咧饲猪条，着爱行迄猪条过迄边安尼。哦，当时啊出来吼，看着个影啊，着惊到安尼。哦，拢是家己个心咧，家己吓惊家己啦。啊，讲迄穿迄个穿迄骹趾啊，穿鞋啊，安尼行，后壁拢有人咧牵牵迄落箍仔埋咧甲咱牵。后来才发现啊，就是咱安尼行，爱骹穿个鞋啊，甲大靴安尼合一个合一个。哎，落锅仔糜就牵倒起来，休倒起来，啊，拢甲伊当做讲是后壁有人咧甲咱牵，家己吼，行到后尾死去咧，你甲伊看，哪有外面诶代志甲咱有关系啦？无影诶啦，家己吓惊家己啦，惊到无胆去就是安尼啦，你这就是疑啦，怀疑啦。疑心生暗鬼啦，就是安尼啊。啊，佮有个人佮较严重，像即马现代啦，还有啥物咧？一挂镜头啦，安尼吼，有躁郁症、忧郁症的啦，啊，有咧爱买物件的啦，啊，有咧破坏妄想症的啦，拢想着人吼，想要家己害，想要家己害啦。人咧食饱伤闲，哪有想要家己害？家己咧害家己啦，这呢，嘛是一种病啦，这类的众生啊，嘛真可怜哦，这看医，毋是看医生就会好呢，看医生，都你食一寡镇静的，然后你安静啊，嘛无究竟呢，伊若要讲来学佛来信佛，精神上有一个寄托，会晓听闻佛法，慢慢听经文法，智慧一个开了后，知影家己呢，诶，这个心理，诶作用，这个生理，诶，这个变化，伊慢一了解以后呢，伊就有法度呢，离苦得乐啊啦，没有这个疑呢，甲咱束缚掉咧，所以呢，咱诸位，咱呢学佛一定要了解，这个三毒，贪嗔痴，这三毒加这个慢疑落去叫做五毒，咧毒害，咱的这个功名，毒害咱的这个智慧，毒害咱的真如的这个本性，障碍咱的好的前程。咱爱家家呢，爱家下毒，爱家放弃，安尼。所以呢，咱伫遮讲，为啥物呢？会迷失掉？咱本来清净的心，因为咱放纵着这贪嗔痴啦，遮的种种的这个过患，来误会着咱的这个三业，三业就是咱的身口意啦。使咱的这个身体呢，烦杀多淫啦，口呢，恶口两舌妄言绮语啦，意呢，贪嗔痴啦，身口意这叫做三业，有的啊，无清净啊，所以呢，咱爱把这无清净的这阿杂有的，爱甲伊洗毒，要安怎洗？爱忏悔，一直忏悔啦。忏悔着，搁无量无边以来所做的这些罪过，这些罪过，这个过就是足阿扎罗啦。我忙做偌济去啊咧，所以三昧水禅甲咱讲讲你做罪，若有形象来讲啦，像物质也有当看来讲啦，真理讲变化界。这虚空都跌袂落啊啦！你家看，咱的起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起一个念头举手投足，都是伫遮咧造业造罪啦。逐工都咧制造这粪扫啦，制造这烦恼是非，这恶业啦。各位啊，赶紧啦！卖个这粪扫啊啦！
扫地扫尘，爱心花片片开啦，心中不中无明处啦，圣地常开智慧花啦，啊！逐工都爱甲这阿查囡仔扫涂骹，拢甲扫扫乌清气啦，啊，艰苦嘞，啊！咱若到遮安尼安尼，四环曲直安尼袂清楚，菩提道路啊，圣道中远呢？一雕难办，如是一雕还复一雕啊！啊，爱行足久足久才会到呢，无啥时间啊，搁浪费啊嘞！爱赶紧哦，把遮个无好个误会哦，爱放弃，爱忏悔，而且呢，誓不更还，唔好搁去制造遮无好个出来，才会贪嗔痴啊！啊！去做业啦，所以呢，咱来紧念佛，咱的念头才会清净。无呢，妄念一生神即浅呐，神浅六尘一心电呐、啊，心电一乱，心无主，六道轮回就在眼前呢。啊，你一个梦想，一个去了后，密行下吧。啊，想东想西，吼、哦，从啥都要向人战斗吃饼。啊，贪嗔痴咧，啊，啊，牛痴咧，啊，你一个念头一个起，啊，起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呢，举手投足呢，啊，拢是恶业呢，你嘛袂使啊！咱是已经有听经闻法，已经是一个三宝的佛弟子啊，哦，该往修来啊，哦。把过去这无好的呢，赶紧赶紧，佛法不可思议，愿将法水洗乾油，灭罪释天，应常积福啦！啊，把这所有这烦恼罪业，紧都要给洗回清去，洗不更换，哎，不爱搁制造啊啦！啊，痛定思痛啦，下定决心啦！该往修来，就是一定今生今世要做好伊成功就对啦，修好伊成功啦，啊！所以呢，无咱一个念头一个起了后呢，哦，咱的六根按你必色心意，对着外面的六尘，色声香味触法，啊，啊，迄、那个入迄个境了后，就脱去产生六色的这个分别啦。这叫做十八界，六根、六尘、六色、十八界，啊，感召的这六道轮回啦，畜生个鬼、地狱、天、人、阿修罗，啊，环环相扣，底下呢，敢说条条，敢说白家呢，自然都无法度自由自在啦，啊，所以做遐罪无量无边，而且系罪过。所结的这冤结、冤业，啊，冤释消灭，啊，当会当念佛的法的现性的三宝的力量，三宝的加庇加持、普照，使我这三业，而且罪业的，当会当消毒清净，啊，所以讲放这个。向贪嗔痴误为三业无量无边所作罪过，无量无边所结的这个冤业呢，尽该消灭啦！诸菩萨会当降低，诸菩萨会当呢，甲我加持啦！啊，诸这些无好的，哦，一切这些罪愆呢，会当呢，拢会当恢复清净。啊，所以咱诸位。咱这段呢，就是咧讲忏悔啦，哦、啊，忏悔呢，伊这一段后一段，就是要讲发这个四弘誓愿，哦，要讲发愿，哦，那么这段的这忏悔，咱已经哦誓完啊，该誓完啊，哦，咱一定咧爱谨记在心哈，爱达纲，哦，啊，咱咧在佛前，哦，啊，咱就爱忏悔。哦，啊！伫佛前上经礼忏，啊，拜佛求忏悔。像阮大家嘛是当爱拜佛啦，啊，一直忏悔啊，忏悔着咱的这个宿业，
啊，这无明烦恼，吼、哦，忏悔这心，那亲像穿着一领庄严无比庄严的这法服，哦，当会当咧，主甲咱守护非常要紧，哦，因为咱人要有忏悔，有忏悔呢，非常的这重要，哦，人啊无忏悔忏悔的心，以诸禽兽不相依呀，哦，咱人为啥物呢？是万不知灵啦，啊，会当做人就是讲，啊，咱有会要反省，啊，会要检讨，会要思维，哦，咱已经是有做唔对啊，哦，啊，咱呢会要讲安尼呢，改过向善，哦，安尼你就是市民为人啦。你若无这忏悔、忏悔的这心呢？安尼就离这个圣道就真远啊！哦，所以咱诸位菩萨吼，咱做一个佛弟子，一定咧，除了讲在佛道上爱精进、爱骨力、爱打拼，因为圣道中远吼，啊，无打拼袂使，爱打拼修、打拼学，哦，啊，上重要爱具有这个忏悔和忏悔的心，忍辱柔和、安乐观吼，啊，安住。慈悲喜舍中，唯有忏悔力。哦，这忏悔的力量呢，那亲像日头光呢，咧照冰山相像。哦，啊，这冰山就融去啊，如大山冰。哦，啊，就崩去啊，啊，咱就恢复清净。所以咱伫咧拜佛忏悔的时阵呢，咱就爱声声咧，爱发出请念阿弥陀的这信号虔诚，向我求忏悔。哦，所以过去的历代祖师大德。伫咧拜的时阵讲，哦，安尼念一声弥陀，叩一声啦，声声叩向大主尊啦，初心就不回家去啦，哦，六道轮回何时得脱身啦？哦，安尼拜忏悔，真诚恳切，至诚恳切，安尼拜，啊，才有效，才会当咧，甲诸佛菩萨咧感应得高，哦，得到咧真正咧。诶，这个实际诶，这个利益，吼、哦、啊！所以咱诸位菩萨，咱今仔日呢，啊，就甲忏悔讲完啊，吼！啊，咱来大家合掌，啊，来念一个回向文，吼、哦！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以众生，皆共生佛道，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愿生佛度众生。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护持台湾救狗协会，邮政划拨户名台湾救狗协会，划拨账号500016766，500016766，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198660，012001198660，以认养代替购买，给浪浪一个温暖的家。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书法班招生，方朝中老师教授，日期7月13日星期三开始，每周三下午3点到5点，招收对象国小国中生，请提早报名，报名电话0627166166，0627166616，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福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量体温。大家好，我是蒋宏伟，鼓励民众下载台湾社交距离 APP， 让自主防疫更便利。如果您曾近距离接触确诊者，
APP 会发出警告通知，提醒您留意身体状况。如果您是确诊者，也不用担心，接触资料上传不会泄露您的个资。民众使用 APP 无需登录资料，只要持续开启蓝牙接触通知与通知权限，并确认 APP 首页时间持续更新，就能记录接触状况。民众也能自行检视，得知是否曾与确诊者接触。使用台湾社交距离 APP 可以保护自己及他人，自我防疫从你我做起。阿克达达，往这里呢，就到他背后的拉脚的，就刚才的那点往西巴的那里，往个各种坡往热些的也不过过来，就是我们说的你从个往达达就说他们就头发的，那得居民的呢，他背后的，这里就跟我是那里，说不他们就上当砸巴拉当了，砸巴拉当了，当那个你，다당까지로마나되지남의능력이남아사디벌대파여전려와제때려와차대요사속생지바디나오시바시요말이사속생지사속생을석원초수로석대파여나대상적왕토크요이뒤감이들이왕내지들이성고방대늦어려용거에늦어주민들아들이전타치보이야래如果你要看嘛，我跟你吃看嘛，我跟娘子聊聊的，人嘛，这把才用不着的。你这用不着的，这家里用不着的嘞。你这啥，咱把那上东屋制造他们这个，彻底直接在咱们那，彻底直接家里的，但是这村民这里忙得了不？那啥他们这，这里往个干里制造个，往里的这边那个大，这里往个少少的这个村民。马尼罗出来问了，就他刚刚得的居民，就他刚刚马尼罗往个面就往地打，就这个面就得的居民上，就五十天，有人不的，你就这啥么路？往个他说得的居民那个要的，得的居民啷个啥往里呢？你往五十头不要的，第二呢是他，妈的，妈的，他就是哈过去的，等他那腾个要来的，好往得往个咋得的居民来的，等于在五十天里，多少居民呢？等于咋办了？那就等于，彻底就这样子了啦。吃了吃下，到了疼着的这些，一大人就说我不得的伤痛的这些了。这边呢，等于提升我们了。我们学校里多少居民说我考虑了，等于那么啥过的，多少居民完了，他们就他家里人就去要的，那么三七八的人就得就把的，这个就说你往多不要的。对那块，我说你妈的，人家都打草莓，这几个月嘞，这新买人过几个月嘞，这你阿哥妈的，真的多个月嘞，这新买人，我说新，设备的呢，手机上的屏幕上呢，我都装出设备了，我吃个月嘞，设备啥家吃不光吃了，这新我吃个月，我讲个，你妈的呢，我女的这里，我哪里把去了这里，把这桌子就把塞完去，哪里啥个都把难度放松了，让那个三处手机关呐，三处手机了，这里让啥的叫做都得下过，这里你啷个往那得？这里你不多的做吧，多弄忙的，往那的这里大爷你们都上多啷个地方下过了，这里这就往个是他不了，这就中央就得送个，往都住了就了，他把人你说我们，把饭给我拖了，叫了他把人送我们的，这里唱那个，看着那，老板谁人了就注意那个往他不了，吃不完了嘛。俺个爹爸讲，老马他就往头过来，往头顶上让你去坐过来，就是这些的嘞。那系统呢，那往的说当然那神奇个嘞，哦，如果晓得嘞，如果是怎么嘞，没啥工作找我嘞，神奇呀，要么嘞，我说，上出神奇，我你就神奇呀，要么嘞。